奇怪，那人甲狗都相同，这是发生伫什么所在？搁是什么年代？结果咱的故事有牵连，就因为我这个土地名叫宝地。人讲台湾三好：土质好、水质好、天气又搁好。只要有一块土地通好耕作，三顿去吃就免烦恼。踮伫咧清康熙年间，清朝想要灭绝台湾，老岛不老人，迄实在是无想法。查某人是绝对袂当来台湾，查甫人要来嘛是真困难。迄就是因为这张禁海令所有的条款，不管禁海令有偌严格，就是无办法通好阻止要偷渡来台湾的登山客。因想要来台湾，是毋是会当搁较好过？想袂到要过乌水沟，哪会遮尔啊危险呢？你要创啥？啥？动作我看无。你好大胆，敢将人敢藏伫山底？你当作我看无吗？你今仔人放开哦，你今仔人放开哦。阿信，阿信，你免惊，阿兄伫遮，阿兄伫遮。出来！你个头，我甲你打落海。阿信，你玩哪个？算你厉害。恁两个兄妹啊，唔免惊，我的人心上软。是，阿健，我来感谢客头。小等下，同情非同情。现此时，大家目睭金金拢咧看，乌央乌央，大家拢想要坐无钱的，啊，我唔得阿婆啊吹过倒塌。你讲咧？客头，这就是我身躯顶所存的钱啊，这拢给你，安尼敢袂使？这的钱哪有够通我去买一间厝？客头，拜托你啦，拜托你让我留下来啦，客头，拜托你啦，客头。这头插你看有够无？小奶奶啊，哈哈，有够是有够啦。但是哦，我唔敢收啊！老师要知影我温死的。那呢？你敢肯让伊娘仔留落来？安尼啊，小奶奶，看你面子啦，吼，好啦好啦。有钱有势哦，真好哟。六世三生一回头，这就是讲六个死，三个活，一个倒等于赢。啊！这台湾还未到，一般以上拢跋喺乌水沟。古早清朝讲咱遮叫做东番，啊，嘛有人讲遮叫做台湾，啊，嘛有人讲遮叫做台湾。啊，我是讲叫做台湾。你想看卖咧，是安怎奈发音拢无同款？台湾既然专工船，要让你知影讲台湾的军甲员。我最高要到哦，大家聊完哦，聊完哦。乌水沟水急变大，这些人经过这非常的危险，连新民都同情因。来看新民安怎避风避雨，让因会当平安渡过乌水沟。船啊，已经要接近台湾了。大家当欢喜的时阵，啊，又搁一个危机到位了。我咧跟谁面对？枪兵发现啦，全部都靠我，大家紧跳！哎，你叫人干嘛吗？来来，紧跳啦，紧跳啦！紧跳！紧跳！爱吉你，去台湾，莫有别人讲的，啊，若无会叫人拍死，紧跳！
跳，一跳。少奶奶，别紧张，早事我拢跳了啊，咱会当安全平安上岸咯。较早渡海过来台湾的人，十个当中死六七个，会当活落来的人，因的命运嘛唔知影会变安怎。就这样哦，我冇用力，冇用力做这样嘞，啊，就要我自己嘞。好力气啊，要求就这样哦。嗯，人家恁做卖厉害啊吼，一寸吼，让开。我你就看你呢，你那边怎么对？啊，你又怎样对我？我脚短短，不过我咧走时阵，哪敢那下背？我跟你讲哦，会喘呢，阿妈呐！你这么到底是安怎？啊，就是那吼，这个叫曹金勇啊，问讲哦，有存做五啊无？啊，伊问讲叫什么名？五啊就讲五啊，让你送哦。哎，你该听看卖啊，人个备份证嘛吼，已经照看二十多年啊，你知影？啊，你规天讲就是要红送，啊，你是不是咧欺负人哦？你实在是爱红怕啦。我唔是甲你讲过啊，叫你较少讲话，啊，若无去用误会。误会，上好是啦，世间有遐少误会哦。是嘞，伊是福州人，闽南语较袂认得，而且伊有三个姓。两个姓同你坐，搁三个姓，加遐多好。No， 因为哦，有三个姓咯。是安尼啦，伊老母吼有嫁三个翁，头一个姓洪。第二个姓李，第三个姓宋，所以伊的姓叫洪李宋。啊，伊老母吼，就予伊姓伊老爸三个姓。是啊是啊，啊伊老母哦，啊生着一个后生，啊好好拜吼，洪李宋三姓的公妈哦。啊，你是姓啥？啊叫什么名啊？嗯啊哦，叫做洪李宋老安呀。啊，就是因为吼，嗯啊出钱是我真爱考。啊吼，煮天光烤甲暗，啊，不过烤啊天光，啊，我老母哦，就叫阮阿老安哦。老安也无讲更好听咧，啊，何解这个挂件啊，煞够歹听的啊？妈咪啦，毛人合作，娶了的，甲老片嘛有人咧叫咧。对哦，以后哦，你就叫阮阿老安就好，啊，免讲给你送咯。嘿，你真正是送袂停的，我看哦，我也是给你溜溜太太，给你送到底。啊，不过有数啊！我刚刚在乌白讲啦，迄饭当加食，饭是唔当乌白讲咧。迄人知影讲我叫食阿伯，乖咧。我有学过医术，而且拄只我抓伊的手时阵，有上伊的脉，有数阿伯啦。你老王知影讲，阮叫食阿伯，都对用着去看，啊无歹势啦，啊无我请你啦吼，啊我请你来去食啦吼。
对啦，哎呦，歹势啦！安尼误会一场啦，安尼大家走到像咧运动会，害我咧琵琶喘。啊，这些我咧讲哦，遮厝边头尾吼，大家拢叫我米粉婶嘛。也是讲哦，少年呢，啊，我唔知要怎甲你称呼吼。我姓陈，名秀贤，米粉婶嘛，你叫我秀贤就好啊。哦，叫你秀贤咯。哎呦，这人哦，改名哦，拢足合理的，真好听。哎，我唱到你这里啦。什么呢？我那个好你爽，好你爽，我就好你听。哎，啊！你要吃我那吃米粉汤，你就卡紧的。你那巴肚骨就枵了要死。啊，好啦好啦好啦。少年呢？啊，你都会晓这医术吼？啊，就问你吼，啊，我家迄个毛病，你唔知我都解无吼？你家迄个毛病，我无都解啦。啊，不过我会当找人替伊解。好安尼哦，哎呦，你得多谢你，多谢你。啊，我今日去煮米粉汤，给恁两个吃啦，哈，啊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。江龙，啊，你嘴好脏无？我嘴已经做好啊，我是出来买物件，唔才会拄到你。那呢哦，因为就免做嘴哦，因为跟你谈哦。我介意家己一个人。你家己找所在啦。哎呦，恁两个吼做好朋友，辛苦斗阵，安尼不是真好喏。我较关心一个人，我较介意亲友啦。哎，这人咪真怪奇哦，孤僻。我较怪僻啦，我袂爱和人困做伙啦。好喏好喏好喏，男人应该互家己找嘴段喏。阿妈喏。哎呦，啥啦？什么代志啦？我都一件物件还袂穿好啦，我想要去买买。啊，恁这两个车站是啥有恁来的啊？紧走，紧走啦！嘿嘿嘿，你哪会安尼啦？客来住不过是咱无礼数的，你哪会安尼啦？有啊，你无代无志，把这两尊神主牌正倒来是要创啥啦？人家是人客，你也插插的，紧去穿物件给人吃啦！我来去看物件吼。好啦，好啦。怎么样？记性够歹，我袂记你。谁啦？就遐残真侪，啊，出小了了，唔可怜咯，安尼。哎呦，我眼睛哦，鬼鬼鬼！无啦，你什么鬼啦？鬼！阿姐，你唔讲我好，什么鬼？我来提啦！你个好酒样哦，公家医院会认得哦。我阿班啊，啊你喝酒是共掺偌济啦？
母啊，你也唔捌教我讲胡椒啊掺偌济，我想讲哦，加甲放一寡较香啦。你较白目个，你是头一过煮面个哟。我就是袂爽啦，我来袂肉啦。那是怎样？我哎呦，歹势啦，歹势啦！来来，对者来，对者来。啊，这间厝吼，你甲看卖样啦，看你有介意无啦？啊，若有介意吼，我做你啦。哎呀，你敢有介意啊？你敢要做喏？哦，安尼哦，啊无，算你二十文钱，安尼好无？嗯，今天有啥物面店啊？安尼啊好，就伫个店附近啊，啊办只交易，啊替人家剃头喏。安尼啊有剃头就有钱赚，就当个伊拉出租安啦。安尼啊，我可以当捡足侪钱，然后娶三个某，啊生就对好死，啊花摆，互你送三生的公妈呢。嗯。我，啊你互这两个钱啊，装伫个厝内要创啥？哎呦，人家搞爱讲哦，伊无厝当我住，啊我是想讲哦，啊咱这五斤买，啊无人咧住啊，啊过去会搬来吃哦，咱嘛加减啊有厝势当我收。无会啦，我袂瘾做伊啦。啊，咱月月收厝税呢，啊，像你啦，要吃唔做啦，啊，规天搁咧，甲我吃鸦片啦，啊，恁五天你提无一只猪啦，啊，敢那互你啉烧酒无无够啊，我甲你讲哦，啊，无你是要爱你母啊，今麦外口卖米粉汤是要卖几年啦，啊，恁加减啊收哦，较袂散啦。好啦，啊，不过厝税要我收哦。互你收就互你收啊，啊，反正我的钱早晚嘛拢你的。回来！哎，这厝都还没租，咱怎么敢提钱？无喏，那无先提到手，到时走去要安怎？紧的啦，提来啦！你哪有钱呀？怎讲我已经这么硬？哎呦，糟糕了脸的啦！啊，这我生啦！啊，有影！小贤啊，啊，你厝有要租无？免啦，我厝已经租好了。无啦，免钱的呢。你安尼唔租喏？你爱家己租厝就爱钱，啊，收完就唔免咯。啊，人小贤一旦甲阮囝改鸦片，你看有法度？美芬姐嘛，我无住伫遮，我嘛是会家己找改鸦片的大夫。哎呦，多谢啦，多谢啦！啊，就怎讲哦，阮个囝哦，足歹受教，伊安尼天唔惊地唔惊，啊，不过哦，我发觉讲哦，你咧看伊时阵，伊会喘呢，啊，所以讲你若住伫个遮吼，伊较好受教，较袂搞结鬼结怪啦。伊这个后生吼，就是一个丑八怪哦，欠人教乖哦。李芬姐嘛，我若是甲教是，你一定唔敢对。袂啦。哎呀，讲你唔敢哦。你好死哦，还是讲唔尴尬死哦，真正一世人无路散咯。阿妹啊，阿母，谢谢哦。好，来，伊阿姐，你先坐来。好，谢谢。我来替泡妹。好。阿母，来弟弟家。好。啊，这梅烧真好。啊，今仔要配什么菜？蕹菜较桥啦。是啊，老搁食蕹菜较桥。啊，逐工在食蕹菜较桥，敢食袂鲜哟？唔是啦，阿母。啊，热天菜园啊吼，敢那会通种这两款菜？寒天吼，唔只有高丽菜、瓜菜较酸啊。你自本吼是善嫁人的查某囝，食这种菜吼，拢食袂鲜啦。啊，我好命惯死啊呢，我无要食这啦。你着爱会记的呢哈，当初恁阿爸吼，助你吼。嫁予阮阿忠是要来低潲的哦，啊恁爸仔囝嘛，当天有酒醉，无论阿忠病会好还是袂好，会死还是会死，你拢要奉待我一世人，啊若无吼，
恁三大人拢袂好死哦，会落地狱，不能超生，你会记得无哈？我会记得啦。逐天你都用这个无油无醋的菜给我吃，我真久无闻到肉味啊，我就想要吃肉啊。阿婆，我今嘛吼就来去买猪肉，等下做给你吃。我先来去。阿妹啊，哈，等下啦。阿婆跟你讲哦，阿你安尼洗做水水啊吼，阿今嘛搁酒挂伫个，迄同人拢知呢，一定吼足侪人咧笑想你个。你安尼出去吼，我真正吼袂放心的啦。阿婆，我会细致啦。好啦，啊你都会记的嘿。迄出去外口吼，啊你若看到人，迄面吼都爱结个臭臭安尼哦。啊，然后迄少年囡仔吼，啊对你咧笑，啊也是甲你讲好听话，啊也是吼对你足好，你拢袂用插面咯哈。哦，我知。啊，到恁大官，家中啊拢过身去啊，无吼，咱唔敢。算起来嘛是有头有面的世家呢，所以吼，咱哦绝对袂讲死角擦的，啊吼，唔通落人的嘴，知影无哈？我知，我即马就来去。好啦，啊你知，就紧去，啊紧转来哦哈。杨姐，杨姐，你会剃头？有人剃啊，我明仔去买剃头喏。真好咯，要剃头哟。啊，有寿面无？有咯，你哪有寿面哦？不是寿面啦，是寿面。No. 啊，杨姐哦，啊，你在车上喏。啊。别稍等，稍等喏。杨姐啊，啊，你在追求咩人哦？我去啦。要留就好命啦！哎，你的猪脚，哎，再来呢？啊，你要啥？排骨条，金较水的好哩，哈！好，两个钱。好，派过来呢。来，上水的猪肉，紧来买哦，紧来哦。水果娘啊，啊，唔知你要买什么肉吼？我只有这个三层，啊，猪脚，啊，肉啊，搁腿骨。啊，你这肥的伤肥，瘦的伤瘦啊！我是要给老大人吃的。啊，你敢有迄种卖伤瘦，嘛卖伤油，肉一较软的？这，恁无卖这种的哦？有啦。啊，这种的吼、哦，较少人买啊，所以我就放你内底。啊，你若要爱吼、哦，你对我来内底，偷偷敬。啊，你敢袂当提出来给我敬就好。无喏，水果娘啊，啊，这足侪款的啊，有迄种梅花啦、牛奶肉啦、腱子肉啦。啊，你也无拢要买回去啊，我无法度提出来给你敬啦。这。来啦，对我来啦！啊，是伫倒？对我来，你就知影啦。来啦，来得紧啦，我摕较水互你。来啦，伫遮啦。是讲猪肉拢伫内底，本来什么拢无看到。吼、哦，啊你唔是迄买伤油、买伤散，啊而且搁要予老人吃的对不？迄种好料呀，我拢放伫内底。行啦。来啦，我袂甲你安怎啦，内底，行。
到位啊！来啦！哎呦，来啦！水果牛啊，遐济啊！我要来等。哎，免遮着急啦，你足水个呢。啊，你叫啥物名？我叫阿梅啦。阿梅哦，真好听呢，遐济啊！坐啦！你是要去倒位啦？水果娘啊，你生到足水个，你嫁我好无？袂，我恁嫁啊！你莫骗我啦！你嫁我吼，逐工拢有猪肉通好食，过当过好日子哦。我，你给我放开！你把我禁止了！我禁止！你讲叫我主人的声咯？无嘞，闹什么声？我追究嘞！你不是刚刚讲你不爱留好命哦？我讲不爱提是要留你好命啦！啊，不爱提要留你好命，啊，唔就是要提喏？不爱提啦！要提喏！我讲不爱提啦！要提喏！救人啊！你带走！你今天是跑路的了！你快走啊！啊！你别走！好家庭好，人家好，运气好，阿爸头骨巧呢，因着一间好，就是讲未分的厝啦。今仔讲你们着比伊来厝来啦，看因哪坐哪着。放我出去，放我出去啦！你阿头不来听？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了，放我出去了。家这台电话会放紧的，唔对，啊，台电话无带好，我囡仔有做不了的声啦。我吼是甲美芬姊妈做厝的呐，啊你呢？我是来买猪肉。啊你买猪肉吼，唔着爱去点头的，啊你怎会才买什么猪肉呢？娘呀，拜托啦，拜托你帮我出去好无？娘啊，唔是娘阿兄，娘阿敢若刺激的，哪会是娘阿兄？啊，弟弟啊，弟弟啊，拜托你帮我出去啦，我厝内过一个亲命，阿母伫个等我。我已经等于煮饭给伊吃，饭给伊枵死了。弟弟呀，拜托啦，弟弟呀。恁个的名号，不是叫做弟弟呀，恁个的名号叫做后弟，恁个叫做狗。哎呦，真正呀，规定哦。所以，你哦，拄才会口气哦，听起来敢是真的呢？真的，是真的啦。不过吼，买我也是把你放出来，害你妈也知吼，你袂放我算了，然后吼，还是无法度把你叫出去呢。我拜托你放我出去，是伊把我骗你妈出来的，伊故意害我，叫我嫁给伊，所以你妈才会倒嫁给伊。
啊！真正惊哦，较想听真正太太妈会讲的话呢。姨姐，我若不愿出去，我甘愿死。安尼，我这边的老母伊嘛会枵死。勇哥，你若救我，你那是救两条性命啊！安尼，所有的性命哦，都会保庇你。你是第一只公爹。肯定有呢，杨公好，叫杨静娘好，先食过七粒葡萄咯。然后叫两条人命呢，还要吃十四斤葡萄咯。明白？你等下啦，我去厨房给你开锁。阿母，你等我，我一个手都不能给你。去买坐猪肉，我哪会买遐久才来转来？阿霞，你是发生什么代志了？看起来就是歹做伙，但使这个圣地，煞阁跋一下，啊，这唔知会死未？啊，若讲这个美文嫂啊，做人都有影袂歹。啊，讲因这个后生哦，实在是有路晒。啊，人要来甲买肉，啊，甲人关喺房间啊内，煞咧阁甲人吓，迄真正不应该。美文嫂啊，啊，你生这种后生，实在是下三代。啊，这个福州啊吼。讲到里里落落，搁咿咿哦哦，讲到嘴角全薄，啊是咧讲啥物弯歌？啊，伊若讲即落台语，台湾人基本上是听拢无。啊，啊，即马煞咧讲叫伊送阿梅转去，这算是做好代志。也毋过阿梅因大家已经死，即马若转去，敢会予人讲凶手就是伊？来哦，见着水的猪肉拢伫遮啦！来来来，你甲我看一下，这猪脚吼，吼肥软啊，肥软，一个钱就好，吼、哦！紧来紧来，买来紧来吼！来来来来来，这脚裤，一个钱，赶快削个青啊！哦，阿伯呐、啊，啊你今仔猪肉个只削，削跟是四只吧哈？我四只吧。不，哎，别走啦！我你是讲什么笑话啊？你去别位买的猪，敢规只牵着去活跳跳呢？你搁讲，我来给你剁剁的。冠仁强，你帮的啊？你是皮肤够歹的，可能是吸毒啊吧？啊我。你啥啦？有有有，还是你做人较实在。这副腰子哦，吼吼，你看，赞，送你啦。啊。坐当去报喜，好。感谢感谢，赚到这副腰子。阿妈呐，啊你送手里啊腰子，无你嘛送我一点啊。你。你讲我是死猪吧？我让你变死啦！哎呦喂，阿爸呀，你莫听人讲哦，你不是求财，急起烧财，啊你硬硬去找我占咧，你是要害人哩啦？母啊，你就唔知啦，迄颗崩仔米饭有够苦的，讲咱家的猪肉是死猪吧呢？我吼是咧。好啊啦，你插头里要讲啥？迄钱啊，茶啊，那茶啊，都是咱的啦，莫介咱咱有诶无诶啦，迄人要拖口当茶啊呢？哎、欸，母啊，我有代志要跟你讲啦，母啊，母啊，你等我一下啦，母啊，母啊，你是在叫魂哟，你补啥啦？母啊，我跟你讲哦，我要娶某啊。无烧，你那烧话讲几重，你嘛较拜托。加这两三年吼，咱家吼还袂人跋脚像你行走脚嘞，咱若听讲要嫁你哦，吼，煞到喷金嘞，娶娶到裤底澹嘞。母啊，我恁囝咧，你讲安尼，是啦，母啊，我甲你讲哦，我人家己已经传好啊，即摆就伫我房间咧。我煞无咧相信。我迄时，我迄时，你会当去看啊？你叫我去看啊？嗯、我直接要来看啊。啊，稍等下啦，锁匙，你锁匙，你意思是讲？
你甲锁喺房间了。我唔免哦，我惊伊走去啊。我就是哦，等你回来哦，替我去好好甲考卷。考卷？嗯。啊，我真介意，啊，伊就是唔肯嫁我啊。哎呦，啊，你讲人要和你娶哦，人根本人就是无要嫁你嘛，你咧嫁。啊，我袂意外，啊，你替我甲伊讲啊，讲到伊愿意啊。这。李成武啊，阮早都已经安尼啊，迄饭桌已经煮熟啊咯。你当出落去啊？强强的，哎呦！哎呦，母啊，你袂用怪我，拢嘛是因为你啊。我啦。啊，你毋是着急要抱孙？啊，好啦好啦，你紧去啦，紧去替我甲讲啦，吼。你什么事你拢敢做？我试看卖啊，你啦，我让我叫你去死啊！母啊，你定爱讲我信哦。尽量啦。在这顶后，水公公见了。阿丽，你今日搁想办法啦？哎呦，好啦，你搁来想办法。啊，好啦，你搁来替偷救兵啦，前面阮姊妹吼，甲伊斗相共啦。哎，你阿吼，真正是讲难难搞啦，讲鬼哦，鬼就伫个脚前头呢。哎哎哎，你这个想法是鬼哦，哎呀，真奇怪啊嘿。啊！你洗头唔去做，还去叫人剃头，啊！规天跟在阮囝面头前，安尼行来行去，啊！你意思是，你偷一个物件就对啦？嘿，你安尼讲哦，就是把恁阿玩弄死咯。这个秘书跟阿玩弄鬼嘛哦，偷一个遐钱。啊，无啥物意思。你安意思就是讲哦，你倒阿爸啦，偷一个啥物哦，藏在房间内底。啊哈！啊，人是变个偷窃。哎，不是偷窃哦，是偷掠啦，偷掠在阮哦，藏在房间内底。啊，空的啊，啊，不是假啊，是啊，是变个偷掠啦。啥你乌白讲，乱乱讲，不是偷摕，嘛不是偷掠，我到底你阿妈安怎讲？你要讲卖讲了，闪啦！哎呀，你阿袂闪啦，你还是无把这个查某放出来，你妈就歪做。哈哈，啊你这么跟我一句来一句去，啊咱这么是两个在拍哪两下？规定哦，你要是把这个查某放出来啦，无你阿今仔就得走，歪做。啊我若唔放，你也唔放哦，你阿哦就伊甲你告啦，告告你大阿妈啦，老娘跟我录用了，够了。要干嘛一直讲啦？好啦，我人放出来啦。啊，不过哦，迄查某囡仔若是讲要嫁阮阿爸啦，啊，你话心疼，怎么乌白讲嘞？真塞，塞到骨折青啊，塞！你安尼啊？查某囡仔伊啊，哎，我看了都足介意，无怪阮今日爱。伊查某囡仔伊，啊，你是叫做啥物名？我叫阿梅啊，阿母，你该当帮我出去。哎呦，无问题啦，阿哥我有几句话要问你，问完你就会当走啊啦。好，来来来，咱来遐坐，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啦，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，阿唔多坐。哦哦，我坐快紧啊！哎呦，你笑够水，你敢不知？我看了我介意的，啊你我做事不好无啦？没有的啦。哎呦，你唔通看讲哦，我是咧卖米稳当的呢，啊，阮囝咧抬猪，其实吼，阮好爷底，你看阮咧厝遮济间，啊，连看迄店面嘛是阮的呢，啊，佫再讲哦，人我有足济产地呢。我不爱钱，你好好回去就好啊。哎呦。你这查某囡仔哪会遐戆啦？你若嫁来阮张家吼，来做我的新妇哦！哎呦，我绝对甲你笑命命，你食穿拢免烦恼，我会甲你当作敢若我家己查某囝哦，甲你笑啦。我袂用做你的新妇啦，我已经嫁人啦。不过我人死啦，厝内搁有一个亲密的大家爱照顾。你是一个照顾的人哦。是啦。我已经出来足久的啊，
阮大家即马一个人伫个厝诶，一定足烦恼嘛，足枵诶啦。拜托诶，阿母，你互我转去，我无拜托诶啦。哎呦，美芬姐嘛，你紧甲阮放转去啦！哎呦，这查某囡仔真正有够可怜的啦！哎呦呀，你足惨，你知影无？啊，咱外头还袂讲煞呢，你足够爱的，你知毋？你阿我本来就够爱咯。哎呦，阿妹呀，啊，你甲阮囝都吼，亲自煮食饭啊，啊，你无嫁我，要哪会用的啦？不是安尼，是因为伊臭打我。阿妈，我拜托你了，帮我登记了。啊，就是因为安尼，你唔才着爱做我的媳妇。没有你，我不应该做你的媳妇。哎呦，阿妹啊，啊，代志都发生啊，我是惊讲会去损害着你的名节，啊，到时阵爱着凄惨啊。这件代志我想过啊，只要恁母仔莫讲，就无人会知影啦。恁母仔绝对袂讲的，啊，不过外口我搁一个知影的了。嘿，哦，恁这个嘴吼是绝对吼比比太公较慢哦，绝对无可能讲出去的咯。无恁个吼会当当你就转啦。哎呦，恁来真啰嗦啦！阿妹啊，你知去甲我讲话袂吼？袂啦，这是关于着我的名字，我哪有可能去讲话吼？安尼是好啦，是讲吼。我那个囝哦，哦，伊性格是恶恰恰的，伊若有知影讲哦，我放你走哦，伊绝对唔放我煞的啦。哎呦，这件代志哦，是你慢慢搞起呢，你吼爱自己想袂咯。阿妹啊，我甲你讲较坦白啦，啊，就因老爸早死啦，啊，当着我这老母哦，老天性啦，今仔日才甲我母甲一空遮大空啦。阿嬤，已经过头啊！阮大家一个人伫个厝，一定足烦恼嘛，足枵的。阿母，你话紧转去好无？我嘛足想要放你转去，啊，但是啊，哎呦，我嘛有我的苦衷。哎呦，明明即摆很主事哦，就是你无当放转去的咯。哎呦呀，够哀的呀！你会使莫话遐济无啦？啊，讲一句应一句，我要气死！恁个就是种鸡毛个性啊！今仔日哦，你也无甲放出去哦，恁个哦就一直停到底啦。阿姆，拜托你啦，拜托你给我回去照顾阮大家啦。是喏是喏是喏，而且咱个大家哦是姐妹呢，即马回去哦，还是为虾米代志哦？我跟你讲啦，就是你比阮即马害的咯。好啦，阿叔公哦，咱今仔发生这件代志哦，当作无发生。哎，恁大家啦，哎呀，厝边头尾，有人有知哦。我知，我知。我看你几啊？哎呦，你还讲别人出来喏？好啦，看你开啊，别哎呀啦，你足好爱的呢你。哎呦，因为什么？你是个安人呐？哎呦，那外口你袂滴吧？啊，恁两个怎啊安尼出去？啊，都枪掉啊！你是要安怎？紧啊！无恁是咧紧头壳一空安尼啊？哈，食袂死啦！啊好啦，归去啦，免钱啦，赶快转去住。免钱啊！看嘛，伊是家己紧哦，抢着你就赚着，赚着你就捡着。
还有，你来几件？哎呦，你这唔知要让我你爽哦，这样冷热啊，啊来这间低调了，我来个拼拼。哇，水果娘人呢？回去啊！回去啊！我帮你回去。啥？你为什么帮你回去？为啥啊？放手了！哎呦，你这个囡仔！啊！人伊是一个死安的查某人嘞，啊，搁一个大家是目睭青的，啊！你谁啊苦苦来个留到咱家啦？我唔管遐尼济啦，我就是要娶伊，我一定要娶伊啦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定真啦定真啦。哎，哎呦阿囝，安尼够干嘞，这么食个做生意，还加地方才早你都袂完啊哦。咬你一口头啦！我哦是超过伊，为着要较紧转来看阿妹，啊猪肉拢俗白甲白掉，啊卖无完的，就送送互人吃啦。哦，真妙哦，你刁人啦，公家恶势啦，咱卖迄猪肉，啊卖人是爱钱的嘞。土贼，你才土贼啦！一个这水的姑娘啊呢，你甲我放伊走，我叫你哦，可劝伊嫁互我，你煞放伊走，伊啊。你要陪我啊？好啦，啊陪就陪咩？哇，来去叫伊媒人婆啊，啊来去找一个足水的查某囡仔伊，互你做某啦。我不爱啦，我就是爱阿梅，我干那要滴阿梅啦。好啦，啊若讲凭咱的势力吼，要来去娶到在世的，迄唔太多个，啊咱就爱娶一个吼，死样的查某啦。你讲出来吼，你是不是因为伊是死样酒馆？我你跳过一个关走，我未放你遵守哦。啊无先啦，啊无是要安怎？你才要放我煞啦？我，不是恁这个老母啊吼，要甲你闹开啦！你安尼规工就是吃鸦片，啊什么事头你都无要做啊？今仔日哦是恁老母啊徛条呢，啊无恁食水都无啦。咱家财产这么多，若不是你地死死哦，我财产凊彩卖卖。煞输袂起阿平呢！哎呦，你这个娇妹仔，你这个娇妹仔，你要跟我卖财产？你财产是咱祖先留落来的，你是恁老爸甲恁老母安尼辛辛苦苦安尼念念念到这个财产，你还想想要卖哦？你爱知影哦？财产是阮张家留落来，我四张张几万，不是你四五五啊米粉呢？我买卖就卖，甲你什么地带？哎呦，你足可行的啦，你足可行的啦，你足可行。我就是可行啦，安怎？我平常时已经真吞忍，那不是你把阮某赶走，我阁无想要讲。人是一个良家妇女嘞，人安尼酒馆，你安尼硬硬共糟蹋，我讲恁某，你讲会出嘴？老的啊，你实在是愈来愈唔是款啊呢。平常时啊，你管东管西管我吃阿面，我已经真吞忍。今日你不然好大胆哈，还把阮某赶走，我袂帮你遵守啦。啊，你唔帮我煞，啊，我是要怎样啦？赔，你会赔我？回回你吃久嘞啦，啊，人来走去倒，我嘛唔知伊住伫倒位。那安尼，你甲房地厝契拢提出来给我，我要卖卖哦，享受有钱人。会当光明正大吃阿皮的爽快，然后吼，我要买一大堆查某囡仔，输啊我吃阿皮。你无有意啊啦，拢是我这个老的吼，我含万家囝，今仔这个世界你这种的啦。你是要去错位啦？你讲我要去倒？你就是讲我要去卖财产给你哦？你想莫想莫含面啦？你是不是要去报官叫人？我不准你去！你明天做菜什么啦？给我放手！你给我上来！你放手啦！哎呦喂呀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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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呀！老的啊！财产拢是阮张家的，紧甲房地厝契拢提提出来啦，吼！这种话你讲会出啦？你哪会变安尼啦？哎呦，我早啦知影讲你这路已经个，我若死出来的时阵，我都跟你弟弟哦死啊！你吃这鸦片，
食到人无剩，人鬼无剩鬼。你对恁老母做这款代志哦，天都袂留你啊！你敢搞吗？哎呦！你哪唔去死？哎呦喂！哎呦喂！哎呦喂！哎呦呀！快逃啦！哎呦，老公要死啊！哎呦喂呀！去啊！去啦！去！叫秀贤来啦！哎呦，我当作听啦！秀贤，又果是秀贤，人家我来看到伊哦，我连伊做伙拍惨落。哎呦，你要去倒位啊？我要去告你，你这个不好听的呀！你的老母嘞，我是死你的老母嘞，我十月怀胎把你生出来，你去哪位都住个，你要拿刀仔刣我，你安尼做，你比真死都搁较不如啦，你会受到报应，你会报应啦。我搁予你一次机会，把房地产处统统摕出来。我会当帮你一条生路，你别太花心，我你打，我你打啦！啊！哎呦喂！啊！阿娘，你这样子狠哦！你送我到这就好啊啦。多谢你，阿姐，芋头遐拖着，阿囡仔嘴真干诶，你嘛请囡仔啉一杯茶哦。阿姐哟，我不会，阿囡仔都啉一杯茶哦，好啦，不会啦，我一直去啊。阿姨的查甫人到底是谁啊？阿奶甲阿妹两个人伫遐扭扭落落哈。阿你这个人咧才当生啦，囡仔陪你行这样的路，阿一杯茶嘛嘛请囡仔啉哦。不是啦，我是叫阮大家看到我跟你做伙，以后袂伤人。阮大家，啊，囡仔甲你也无安怎？啊，阮大家是？拜托，较细声。好啦好啦好啦，你会记哦，你欠囡仔一杯茶呢。啊，我知，我知，我知。阿姐，一杯茶也莫请囡仔饮啦，只要囡仔当真着，哦，佫陪行这远的路。阿母。对不起啊，阿梅，啊你是走倒去，恁老母昏昏死死去，你知无啦？阿母，阿母，你有要紧无？是好你刚才讲俗语啊吼，啊摕一副药剂要来给我，啊若无吼，我即马反正死伫咧食啦。啊你猪肉有买转来无？无，无，无你讲来出嘴啊哈！啊！你走出去几步，猪肉都无敢买转啊！啊！你是走去倒位放锁？啊！赵姨啊，你莫生气啦，你着听阿梅解说嘛。啊，小女啊，啊，歹势啦，啊，煞你咧看笑亏呢。即嘛，我咧教是我这个媳妇啦。啊，你顺行啦吼。小女姐啊，我要送你出去啦。好啦。你慢慢行哦，阿梅啊，你要甲我讲个清楚哦。你今仔日是走去倒位，走几步，是去倒位哈？我着走几路呾猪肉呾，也毋过猪肉拢卖完啊啦。你咧骗鬼袂食水哦？即嘛什么年代啊哈？啊，你当作讲猪肉遐尼好卖，啊，大家拢发大财啊是无哈？阿弟阿姨啊，阿梅啊。你放心啊，阿赵阿姨，啊，我这一挂衫裤给阿梅啊哦，天天的啦，啊，看偌济钱哦，我才好伊啦，啊，我这哦，搁一块猪肉要送你啦，啊，是你较大心啦，啊，那我参详吼，微信部啦，讲安尼叫伊去买一块猪肉转来吼，哦，买几包呢，连一支骨头嘛无敢买转来，阿赵阿姨。
啊，恁兜遮尔啊瘦啦，莫讲食猪肉啦，迄油泡啊，你都食袂起。啊，恁若归去，甲恁阿妹啊吼，啊来叫阮万叔啊。啊，恁若答应吼，我会当互你骗金200块。你胖个啊！啊，你讲这话敢对？啊，我食到遮济岁啊吼，都捌听人讲吼，嫁查某囝尔，哪有人咧嫁新妇啦？阿妹哦，是阮阿中的某，我哪有可能家嫁？200块，你得考虑好斟酌呢。你若有200块哦，食鱼食肉，三顿免烦恼，破病去阮家的药铺摕药免钱，这好的条件，你是要去倒位啊住的？啊，你莫搁讲啊，莫搁讲啊啦！啊，阮翁甲阿中哦，过身了，拢是阿妹在照顾我呢。我若无阿妹甲我照顾，我的日子是要安怎过得好？我无可能甲阿妹嫁出去，你莫搁讲啊，好无？恁阿妹啊吼，迄命底足硬啦，啊嫁起来到恁家，你啊看七少年八少年着酒馆呢，啊你若无紧甲伊嫁嫁，一只活活马甲绑伫四张手，凡事吼外口有讲偷家鸡啊，你莫安尼胡白讲啦，阮阿妹哦绝对袂安尼啦，我甲你讲，迄查甫人拢带来到门下口呢，拄只扭扭硬硬呢，迄哦往来夹肉，迄是你青眉无看哦？对啦，我就是青眉无看到。这常常让人在那给他糟蹋啦！啊，歹势啦，歹势啦！哎，青梅精下交流，我青梅好代志呢。哎呦，我哪会啥讲死唔对啦？哎，喂喂，阮家有代志，我先来转哦。啊，这猪肉你得记住来吃呢啊！我来转哦啊！对你啊，对吗？你有猪肉同好吃呢。你敢甲我碰？汤的提猪肉来吼，啊，我有猪肉汤好吃。哦，我搁听米胖的讲哦，你伫外口啊，甲迄查甫人安尼扭扭浪浪，哎呀，那是啥啊？阿母，无这个代志啦，你着知影米胖姐这个人一支嘴好累累，伊讲的话袂听真啦。你老实甲我讲。你外口是不是有查甫人？阿母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绝对无。啊，你敢手抓无？你敢手抓讲你伫外口，无去把那查甫人给你卡掉？就算讲有，也不是我心甘情愿的。你讲啥？你即马讲啥？你再讲一摆，你拄仔讲啥？你讲啊！你若唔敢讲，你讲，你讲，你讲啊！原来是死啊！就什么代志拢无啊！也毋过阿母要安怎？你啥人唔讲话？你啥人唔讲话啦？啊！你甲我讲啊！你外口是毋是有查甫人？你若唔敢讲，你啥人唔敢讲？阿中啊，阿中，阿母，阿母，阿母，对不起你。
你来提车。台地班啊，规规矩矩，一定有问题。我想啊，那个陈秀云更加厉害啊，伊把找无啊啦。阿班，你走到遐尼近，是要赶去倒位？我赶要去富士袂用只啊。我好心问你，你为哪讲到遐尼啊歹听？你做贼心虚哦。你饭会当乌白乱吃，我是袂当乌白乱讲哦。我阁有代志，无闲讲插你。稍等下，你家己内面是得啥物？是不是在低头？假讲的，我抬低的呢，啊，不是低头，无啥牛头啊。你无缘无故摕一粒低头是要创啥？啥物咧无缘无故啊？迄后壁庄啊有人往生啊，啊嫁出去的查某囝爱转来，再去拜拜爱用低头，我爱送低头过去给因啦。办丧事是安怎爱拜低头啊？你捌一颗蚵仔番薯啊？有一句话叫做“在死，互你食一粒豆，较好死后甲你拜猪头啦”。我刚刚听过“在死一粒豆，较好死后靠路头”。死后若是靠到个外个里啊惨，嘛不如趁父母在世的时阵好好友好，嘛较有意义。好啦好啦，good 在你啦。啊，不过我即摆无闲讲听你咧讲道理。我咧赶时间，吼、哦，五条时辰就唔好啊。小戴，又阁安怎？啊，即摆是毋是连送猪头拢啊经过你的批准？啊，你毋是咧赶时间，我卡手卡溜了，我替你送啊。免，你免咧六月挂彩计有心哦。你对我不满，大家拢知影。啊，我连甲猪头交予你吼，我袂放心啦。我也是家己送哦，太实在。请问您都是来买米粉汤的？嘿，我今日买米粉汤的，啊，不过米粉汁嘛，唔知走对无滴的。啊，啊，来咱规日咱定家下来好啊，行啦。啊，今日阿妹哦，今日足当真个呀，我今日在讲哦。哎，好嘞，我问你啊。哎呦，等你在讲要吹灯啊。啊，好啊啦。哎呦，等你啊在吹灯呀，卖顾虑嘛。哎、欸，兄弟，那是你，啊，你在这做啥？我专工要来提解阿平的药方和米粉剂嘛，煞无看到伊的人，你敢有看到米粉剂嘛？嗯，今日无啊。但是我昨下晡的时阵有拄着伊呢，伊特别甲你啊讲我听你们。哈？伊讲啥？无啦无啦无啦，啊，伊是甲你啊讲我无代志，较早休困，你嘛知我时段来玩哦，你拢爱听咯，啊，你啊怎么要来去困哦？啊，你要来去？你家己去困啊？嗯，真是的。嗯，奇怪哦，米文静嘛在家哦，米文静啊。南哥。
金红底，好戏看落尾。这是台湾剧院重新搁再做，要让你看到新演员、新故事、新的议题。人讲时间实在真紧过，马上要甲你讲再会哦，就到嘛的。啊，我是要甲你问讲，迄、那个福州话讲的话，啊，你敢听有嘞？啊，我甲你解说。伊若讲软啊，就是咧讲我嘞；啊，若是咧讲毛脑塞，迄就是讲无效嘞。唔知你讲这个话，你听有袂？心情若凄凉香，等台风吹起风，啊，到底啥人值得阮为伊夜夜梦？阮是海风的主人，海面吹无阮柔情，伊的平凡愈看愈顺眼。对啊，对路情浓，有缘千里一线牵，人生难得有情人，幸福交托你保管，望你爱阮到永远。有缘千里一线牵，人生难。面对风风雨雨有承担，斗阵强苦同担，有缘千里一线牵。